以继续往前这样。因为受伤的时候是2007年，然后受伤的5年当中吧，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一直到开始有去学校做演讲。我是治疗男孩林正伟，在我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在活动的最后一天，意外发生。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加护病房当中了。15年前的一场跳水意外，林正伟的人生从云端跌至谷底，看似前途堪虑，重重险峻的未来，却因此开拓更丰富的精彩视野。2013年，重新去学唱歌，用力踹就能甩开伤心 ，Be yourself， 人生来玩游戏。从完全没有办法讲话，也只有气声，一直到现在，他几乎变成梦想者联盟当中音量最强，然后呢，长音也几乎可以是拉最长。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奇迹。2012年，近30位不同障碍类别的身心障碍者组成了梦想者联盟，承载着希望和创意，接受专业老师的密集训练，唱歌、舞蹈。成为他们的谋生技能，斜杠专才。我们是梦想者联盟。小花跟嘉宇跟一成就有冠军舞蹈团梦想三帅。舞蹈是完全看不见之后才学的，在摸的过程中，可能有时候会出现类似像瞎子摸象的状况嘛。19岁那一年的一场车祸意外，从此全盲的陈一成，透过舞蹈的肢体动作，期待人生顺势转向。那眼睛看不到能做什么，再一次有机会就是去圆舞蹈的梦，加入梦想者联盟这样。深呼吸，你是可以的。深呼吸，你是有价值的。胡嘉宇是联盟的梦想三帅之一。高二那一年的夏天，他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光线。我是梦想者联盟的胡嘉宇，我是身心灵疗愈师，同时也是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3 原住民族广播电台，我是你的阿里安好朋友，来自布农族布嫩的娃娃丁嘎鲁鲁乌尼纳美胡米桑，欢迎收听，听见心在唱歌。总是背着吉他外出工作，分享生命故事。以音乐传达心灵温度的小花，主持、创作、自弹自唱，他都很在行。这些都是他过去从未想过的人生剧本。生命有终点嘛，但是爱没有终点，有勇气、有爱，可以继续往前的。一场梦往往只属于一个人，但一个人却成不了一场梦。逐梦踏实的人会越来越能够一起在艺术平权的这条道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走在梦想的路上，他们坚持理念，永不放弃，每一步都是勇敢自信。梦想连接了你和我。华视新闻李婉婷、徐森成专题报道。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